前出席在南韩的活动被网友发现尾随 IU 之外，还紧抓着 IU 的手不放，引来众多网友炮轰，形象也瞬间跌落谷底。而茉莉三月才开心分享自己荣登当季的米兰时装周全球 KOL 声量影响力排行第一名。不过此次事件发生后，就有网友留言表示，茉莉她真的是追星追不停的人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李韩，超爱李韩，支持起来，让李韩瞬间引起讨论。台韩混血的李韩以个性短刘海及黑眼线闻名，从16岁进入网拍界，开始模特的生涯，今年来成为多家精品品牌认证的大秀嘉宾，靓丽外形和特殊气质性众多粉丝喜爱。而许多网友表示，李韩这次也有出席南韩的活动，但李韩真的是去看秀而不是追星，造型也超级美，让众多网友都大赞不已，也认为李韩才够格当台湾第一时尚网红啊。Oh, my God.